快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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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开饭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不行，这小猪啊，你一天就揍得醒，来，快吃吧。狼。谁？哪个猪说话呢？啊？这是猪狼君。狼君，这猪啊，是让我又喂的有感情了。现在呀、啊，你管我叫什么狼君？我是人类，我。快吃吧。牛郎。你管谁叫牛魔王？你谁呀、啊？我。你是谁呀、啊？我你都不认识啦？我是小芝呀、啊。小芝。嗯。百芝啊。什么百芝？我是你媳妇儿芝女。你是我媳妇芝女啊？你可拉倒吧，我媳妇真叫芝女，但我媳妇长得比你苗条多了。老妹儿，你有180吗？今天牛郎啊，你什么眼神啊？我刚走3天你就把我给忘了？你是不是变心了啊？是不是变心了你啊？不是，你这老娘们，你是来买猪来了还是讹人来了？你听，我媳妇儿真叫织女，人家走3年多了都走了。牛郎、啊、你忘了我不是天上的仙女吗？天上过一天，人间就一年，我走了3天不正好3年吗？你仔细看看我有啥变化没。你真是织女啊？你看看。那你走的时候我记得有个定情物，你带没带？带没带我看看。妈呀，掉过来就对了，大掉了，你真是织女牛郎。哎呀，织女，你怎么胖这样呢？你现在我哪是胖了呀，我这不是想你想的吗？都想胖了。牛郎啊，这3年你没少吃苦吧？瞅把你老的，我都差点没认不出来。咱这3年你一点都你没怎么变化，就是胖点。那我的青春谁做主啊？这3年呢？那是再者说你怎么才来呢？啊，你走前咱们是怎么定的？咱们是不是这么定的？说是每年7月7号咱俩上皇后架底下见一面。嗯。结果我7月6号上的就等你。等你到9号早上7点多钟你也没来。我来了，我在皇后架底下住一宿，我也没看见你人影啊。你在哪个皇后架底下住的？就那个吗？你看那个不是鸡架吗？你上那里住干？你别让黄鼻子给掏了。你上那里住干？那我也不认识啊。你那第二年你来没来啊？第二年我也来了，我还到咱家来找你。我寻思能找着牛，不就能找着你吗？对呀、啊，都怨你，你换什么养猪啊？我天天见一个男的搁那块喂猪，我寻思是猪狼呢，就没敢认。那你现在仙女都什么智商了啊？地上还是这个地上，就是动物变了，完你就没认出来。那你走了我不得发展吗？我现在养牛就没啥用了，现在种地呢现在都是机械化了，我现在养点猪能多挣点钱，是不是？那我没找着你，你咋不来找我呢？我咋没找你？你走第二天我就哭，自个儿都哭背气了都。我一看哭背气，身边没有人呢，后来没找我，自个儿又掐过来了。我这找你呢，完了我不没赶上吗？人小七儿走了吗？哪小七儿啊？神七儿。神七儿不上天上去一趟吗？那你咋那么笨呢？你不想别的办法呢？想了吗？我现在坐神九去吧，神九倒有一个名额，但是性别把我坑了。性别咋的了？人家要女的不让男的去呀。牛郎，今天我可算找着你了、这回咱俩再也不分开了，你跟我上天上去，天上生活好，吃的好，住的好啊。老妹儿，我跟你说哈，这回上天我就不准备跟你去了，
咱们人间我认为挺好。你们天上那些人走道飘飘悠悠的，连个脚印都没有，哪像我们人间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窝的，多好呢。但是咱们可以长生不老啊。长生不老那都没用，那都是一种传说。原来我认为长生不老真挺好，但是现在我一想呢，活那么大岁数，哪把你活一天咱们快快乐乐的活了，是不是？活的时候为社会做点贡献，我认为这就不白活。刘老啊，我这段时间没见你境界咋这么高呢？哎呦我的妈，这我还搂着说呢。不是，那你就逮着别回去了。我在这儿，那我得告诉我妈一声啊。那你要不行的话，那你飞回去告诉一声呢？可别提了，我前两天我寻思找不着你，我回家告诉一声呗。嗯，都怪人间这伙食太好了，这两天就把我吃这样。我刚一起飞，没打着火，一下摔下来了。摔呀，摔了。那你那要是飞不回去，给你妈打个电话呢？没有电话呀。座机也没有啊。没有那么长的线儿啊。那你说你还老让我上天，那你们天上现在照我们人间那得差多少年呢？落后啊的。那咋整啊？啊，那咋办呢？咋办，要你就别回去得，要不行等神石上天前要给你妈捎封信得了。行啊，牛郎，我听你的，我不回去了。但是我总觉得我在人间白瞎我这修炼多年的仙女了。修啥炼呢？修炼你这仙女，咱说咱得说你妈那根儿硬，王母娘娘厉害，要不早就给你刷下来了。那你自个儿都飞两下都没飞起来，那证明你武功已经全废了。白瞎仙有啥白瞎？咱说那白素贞那比你厉害了。白素贞人家白素贞人家头脑多够用，人家看在天上没什么发展了，人家下来跟许汉文结婚了，那法海不也干瞅的吗？牛郎，嗯，那就这么定了，听你的。嗯，那我妈要急眼咋办呢？你妈要急眼，我让法海收拾她，走，回去哈。走。嗯